哥，我是不是可以是你儿子？昨天陈宇给你做到半夜的，谢谢人家们呀。真的假的？三号房呢？的主题是逃命秀，也就是桃花坞的秘密。这次的主题呢是雾民们比想象中更可爱，意思呢就是希望通过这场秀呢去展现大家的个性，然后态度。真不错。所以会想在秀的前一天去办一场，模特班，然后谁想加入的话就欢迎。演讲的时候是手是抖的，就是因为我从小到大面对很多人的时候就会很紧张，但是辣目在，所以可能会好一些。通过这场秀呢，我们想传达的是，是这样说吗？传达的。辣目在会比较踏实，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说不出来什么话了，辣目还是会过来给我补充的。三号房会去准备一些材料，如果愿意的话就可以去DIY 一下。去 DIY 一下，然后如果能办成的话，我们有特邀嘉宾。哇哦！特邀嘉宾太帅了！有唱歌的吗？对。嘿，互动。哇哦！OK。咱们支持陈宇和拉木，他们那 PPT 真的很加分，他们真的很用心在做一件事。我非常的惊讶，那么多人就是愿意去走这场秀。这要是拉木自己提出来，我们马上就反对了。就是陈宇提出来的，他也挺没有安全感的，搁这块儿，所以他鼓起勇气提一个方案挺不容易的。你要拒绝了，我显得咱就多辜负人家的好意呀。很感动，因为我觉得大家都信任我，然后我必须得把这场秀做得好。天哪，秀就是明天，只有一天的时间，真是太短了。因为我是从来没有做过秀导的，就觉得特别的紧张，然后焦虑，就是怕做不好嘛。丹姐早，早，宝贝儿。龙龙，你们都不是真的走秀，都是穿好玩的东西呀。一个人的是要一个人的事是正经，一共走三轮。那我，哎，《西游记》组，你们都是穿什么样的那个《西游记》服装呢？你赶紧告诉我，我赶紧想办法。咱们《西游记》主题呗。孙悟空，你演过没？没有，我好想演。他需要演吗？那现在此时此刻。我就是觉得他就是只猴子，他沙和尚，沙和尚胡子都不用摘，胡子都不用弄。我猪八戒，我演唐僧行不行？师傅，行吧。师傅，他。我认为的《西游记》这四个人呢，缺了谁，这个团队都组成不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《西游记》可以叫做一个专业的团队。那我们呢，可能就是路过的这些妖魔鬼怪。那我还是牛魔王吧。我哪吒，哪出啊？那我就是观音菩萨吧。还有一个，大静，哎，我给你找了一个你的儿子。什么？红孩儿。哥，我是不是可以是你儿子？红孩儿跟哪吒会不会他们的造型很像？那我给你换一个。我还要带这个呢。那帅加可爱，辣姐。哎，那这是龙王。那你是扮演的谁啊？龙王啊，虾王。虾兵蟹将。螃蟹王。螃蟹啊，螃蟹还是螃蟹？螃蟹。螃蟹王。这是什么？螃王。什么王？螃蟹。虾兵蟹将，虾兵蟹将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一、二、三，哇哦，是不是好看？你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？七仙女？啊，你是螃蟹？对。和这跟螃蟹有什么关系？我也不知道。哇哦！你横着走，你这样走。好傻。这是我的，这个我帮你做的。谢谢。剪刀在哪儿呢？可以，太厉害了！
谢谢你，宝贝，我好喜欢。我待会帮你一起绑一下，可以吗？行，太好了，我都好漂亮，我好开心。喜欢吗？喜欢。完了，哎呦！蝴蝶。对。可爱。给他们显皮显皮。嗨。哎呀，好美。真美。昨天陈宇给你做到半夜呢，谢谢人家们呀。真的假的？小鱼，龙哥跟我说你昨天做我那个玩意儿做到半夜呀。真的假的？因为我把我做好了，然后就顺便就是做了一下。哦，谢谢。没有，这个很简单，因为我不会做。没有啊，没有，是我的爷爷很久。太辛苦了。没有。哎呀，太辛苦了。所以明天加油，你的主场。See you tomorrow. See you tomorrow. 还在做？是。还不睡吗？我怕明天有人需要帮忙，我先把这些弄好了，这样子明天有时间跟饭。休息了吧。就是他这么努力，然后这么费心的去搞这个活动，他向你发射一种我想好好的完成这个工作，你需要我做什么我都帮你的这种信号，别人也会想说就想要跟他一起好好去完成这个工作。莫姐，待会我跟你一起搞那个。没事，不着急，你先陪丹姐弄。幸亏有你。幸亏有宝贝。哎呀，我现在早上就是一起床的时候我都是紧要干。你们不干到老晚了吗？我干到四点。为啥呀？因为我想先把我的做完了，这样子明天就有时间是做其他的。是不是以后再也不想提出活动方案主办活动了？就是因为我没想到那么短时间，你知道吗？有啥想的？它就是那么短时间。我还以为我有多一点时间去准备啊。我现在有点压力啊。大家这么看，就其实就是要背挺直，不要驼背，不要驼背。OK， 对，感觉有一条线这样子，好沉。然后腿呢，就是大腿带着小腿，大腿带着小腿是。大腿带小腿，手呢就是要自然一点，就不要过度的去。好。妈，你好好的，好好的。我很好了，已经。咱妈很好了。怎么还怎么好啊？要是该溜子去。三姐先走。哇，然后太美了，璇姐，可以。让我扔完了以后，我来个这个啊，行。好。咱俩怎么弄啊？对呀、啊。走，我先拿个圈试一下。喂 ，Let's go！ 小心你的右脚。嘿嘿，著名的时刻来了。妈。哎。你来一下呗。来了。咋啦？仙女之家，想找仙女，找一下仙女，仙女来一下。哟，来了。哎，可以了。哇，送给你。哇，这是我和军哥还有大庆一起做的翅膀。哇，丹姐，你走秀，你穿啥？我穿个绿的裙子，然后我想做个翅膀，但是怎么做？咱们今天抽个时间，我想给丹妈做个翅膀。明儿走秀的时候用，哦，送他一个对翅膀。好。啊，我觉得我做手工好像可能不太行吧，因为弟弟他好像是那种不
不太好拒绝的人。你要拒绝弟弟的话，弟弟会就是在你边上，来就得来狠，就不一定做的那么细致，但就大，但是要大，保密啊，保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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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是是。你弄那个烧烤签子吗？啊，没有，他签子有。那你就搁这弄啥呀？保密啊，保密，保密啊，保密。秘密。Yeah, thank you. Welcome, 哥。几乎所有的女生都有装备，然后丹妈她是把那个精力放在了做西游记唐僧的装备上，然后她的个人秀上面其实就是没有什么这种手工的东西。应该让个女模特过来，去找一个。哇，萱姐，天哪，帮我们背一下。我天哪，这，来来来，你背过来，对对对。这能别走走掉了啊，对，一会儿要试验一下。沉吗？你觉得不沉啊？你走两步，你试往前走一下，你看着不沉，可以的，就转圈啊。感动了，感动了，你们俩男的，哇，个人秀希望你能用得上。哇，太厉害了，好看，爱你们。I love you guys. 哇 ！I love you. 哇！哇！厉害了，我要震撼全场。那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。哇！太厉害了！觉得啊，他们可以感受到我啊给予他们的爱吧。嗯。